就到桑，牵起你的手，跟快乐前走，你就在路口和幸福来碰头。牵起你的手，跟真心邂逅，你就在心头，用爱紧紧守候。真心邂逅，你就在心头，用爱紧紧守候。爱是那么的甜，独厚，让我们十指紧扣。尽管外面冷风嗖嗖，有你陪伴就已足够。可以感受到曾经襁褓在怀中，曾几何时，今天亭亭玉立，即将就要嫁为人妻了。为人父母的感动，有一种是无与伦比的付出。那么现场呢，有着我们的爸爸，今天将掌上明珠佳瑜呢，一步一步的引领到我们的梦神前方。当然，左右两旁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喽。当我们的摄影师呢，以及我们新人走过你的身边的时候，将您的微笑以及掌声来送给我们的新人，掌声请鼓励，掌声不停，我们的感动不停，掌声不断，我们的幸福不断。看到呢，今天我们的佳瑜终于披上了梦寐以求的白纱，爸爸脸上也洋溢着成就以及幸福的笑容，每一步都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动人。好的，来，此刻呢，有请到妈妈来到呢我们的新娘子的身边。当然呢，这刻呢，我感觉到我们的梦神脸上写着，是否是在做梦呢？这不是梦，真实的就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要请到梦神来担起你男人的肩膀，向我们的女方主婚人，也就是岳父岳母，深深的一鞠躬，请鞠躬，并且往前一步，带着你男人的自信以及勇气，向爸爸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未来请交给我您的宝贝女儿，也是我心中最宝贝的宝贝。谢谢爸爸给我这么棒的妻子。然而呢，我们的宝贝女主角，我们佳瑜呢，千言万语诉不尽。在此刻呢，我想要有请到新娘子来面向我们的妈妈，给佳瑜妈妈呢，此刻真的是非常的动人。两个女人的故事呢，总是话不尽说不完。我想请来我们的女主角，给妈妈一个大大温暖的拥抱。妈妈，谢谢你，我爱你，你所付出的，你所谆谆教诲的，你所给予的点点滴滴，女儿永远长存于心。未来我会跟我们的梦神呢，这位好夫婿相辅相识，好好的孝顺爸爸妈妈。谢谢妈妈。当然呢，接下来这个转身更是佳瑜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转身，请佳瑜来看向我们的爸爸。是的，爸爸，平常总是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说话，但是我知道你把最好的都给我们的家中来。宝贝女儿一样的把手伸起来，给爸爸一个大大温暖的拥抱。爸爸不甘了，但是爸爸请相信我们，今天不只是女儿出嫁，而是家中有我们梦神这位好伴子，未来相辅相识。现场的朋友请给我们掌声来鼓励。好的，来，在这份感恩之情之下，我想要请梦神伸出您的双手来面向我们的女主角，掌心朝上哦，因为我们要接过这一个珍贵的一刻，请爸爸妈妈牵起宝贝女儿的小手，慢慢的搭上呢我们梦神手上，来牵起手来，爸爸牵起我们宝贝女儿的小手，你看爸爸今天做不干呢，都不敢相信是这一刻吗？爸爸，哎，爸爸的脸部表情跟手部表情不太一样，到底是在笑还是在感动呢？好，来，那么现场的朋友们呢，也请呢给我们热情的掌声，这是一个责任的传承，幸福的交接，请我们的男主角来站到爸爸的身边，摄影师可以前方呢帮我们留下这个美好的画面吗？感谢，那么有请呢我们呢
男主角跟爸爸妈妈来交换人生当中的幸福位置，请两位呢来面向我们的小两口。人家说我们华人世界呢讲究的就是孝道，对不对？有请呢我们的男女主角向我们的女方主婚人以及在座的长辈深深的一鞠躬，请鞠躬，谢谢。那些爸爸妈妈回礼之后呢，来转身准备来引领我们的小两口喽。来，有请女方主婚人牵起手来。在这一刻呢，要带着我们小两口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模范生了。掌声同样欢迎我们的女方指挥人入席到我们的幸福主桌，来跟他请家人结真会啦哦，来，吉婆吉婆，宝宝娘，爸爸你笑得自然一点点。掌声，你的笑容送给他们，因为相知所以相惜，因为相惜所以相爱。两人在求学时代就有经验的事，中间呢发生了好多故事，走着走着就走在一起了。今天终于在众人的祝福之下呢，靠上了我们幸福的港湾。是的，那么呢，也请呢我们的小助理来为我们新人呢入席到我们的幸福主桌。我们新郎官的真的每一步一脚印的都是如此的配合呢我们的小两口。当然呢，今天这个婚宴呢真的让大家久等了，感谢到我们所有的男女宾相今天呢亲力亲为到现场呢给我们的新人最大的喝彩祝福。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